计那个做那个效果是设计好的吗？对，我在想说华豪平是要盖庙了，我这么灵验。他是有点鸡同的体质，有，我是看出来有点离异现象。对啊，就这么巧遇到文化选民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maybe， 今天大概一个冥冥之中有一个什么事情在发生，而且见好找足，竞争的都很厉害啊。北威克太太，小姐，那三个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今天还特别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啊，我看到颜色就很感动，是，对吧？然后刚才又从那火热的热情的闺蜜姐手上拿到讲座，哇，炙热的感受。很多演艺工作的朋友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动，是一年一度有这么一个同学会跟大家聚在一起。这个是我们电视人的一种，你说激励大会吗？算，你不参加这个激励大会，你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做节目，你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这么认真不计代价的在付出。报告陈哥，真的不是故意要打断你，因为你这个节目双料入围，现在即将要揭晓的就是益智及实际节目奖。是谁颁的？颁的是谁？说来把烟手到我们这边。好，应该继续聊，继续聊，继续聊。好。希望我们的电视台能够继续努力，做出更多，让大家不会觉得网络就是我在追求的，而看电视原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吧，就是这样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。再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